由客委会文化内容策展人，还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，向他出自策划的新天阳1977年的几种相片。一个内容讲的是客家文化、跨国爱情故事，还有特别的时期，人民向外追求民主抗争的重大事件。不过，安尼个内容啥引起国民党过强烈的不满，认为一个通作是用公家钱来操作意识形态，等于是吞民进党来吞数。而最新的消息就交本记者陈友新、齐永春来说明。友新。好主播夏菲菲今年八月咧就会开始拍摄1977年的各种相片，还用中立时期来做背景的民主历史天阳，当然嘛包含每个时代的故事。不过国民党立委就批评夏菲菲安尼做就会显明违法，因为严格不出一点当中就讲，每出片最多抢做得出1000万元，不过一出片夏菲菲就出了1500万元，显明违法呗。研究辅以夏菲菲漠视。太浅，做一种有意识形态的事情，尽量做好自家的客家任务就好。扑爱扑田羊啊，伊爱扑了一种田羊啦吼，具有历史意义的、文化历史意义的、教宗教下了条田羊啊，日本因也是学了看哦，我想更加有意义。但是伊哦，爱做了一种政治的只，哦，你讲民主发展政治，你们也了条样片啦，咱认为哦，同客家文化。针对亚健事情，民进党嘅立委就认为，过多国家拢系用树跟天然药的方式，过强松嘅来讲，这个国家拢摆发生嘅物嘅事情，韩国物嘅对国家影响过大嘅事件，本韩国当然后退，甚至系外国人，韩国了解这个嘅国家，安尼系真蛮好嘅。国民党反对系唔系就系唔敢面对1970年代国民党对人民做嘅物嘅事情。台湾的小孩或者是大人，那不管你是客家庄的朋友，或者是所谓讲台语文的朋友，我们其实知道台湾自己的历史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我其实还蛮想问，难道国民党是不愿意或是不敢面对中立事件，或者是70、80年代整个台湾历史事件吗？对呀，合唱会今天早上嘛发新闻个回应，讲1977年的各种相片，主要是讲1970年台湾发生的大事情，还有韩国欧巴跟台湾的爱情故事，嘛希望就像查金庸的用天阳跟客家还有客家文化推向世界。以上就是台立法院的最新消息，也就赶时间，版本旁内。